给你画个线吧，好吧？我给你拍个照片，画个线，然后大概告诉你我们做的位置。好，我们来这样40度。好，就这个呢，就是我们面部的一个高光线。 还好吧，不紧张。然后这是，我觉得整容是为了让自己更好，它这种花销并不是说我吃一顿那个买一个 LV， 买一个古奇，然后就只是好看不实用。对，我觉得这样是让自己变好，从内到外自己给自己了一个更大的机会。嗯，如果自己有了自信，我觉得会在职场上或在生活中就会有更大的变化。感觉脸。 鼓起来了，就是该起来的地方起来了。但是，行吧，行吧，但是肯定是有变化，但是没有预期的那么完美吧。这个就是，这是我跟他做之前的样子，这是我做完以后的样子。 微整类的，包括像打针呐、啊、像做的仪器，我是时常做的。我把它当做面膜来使，我连麻药我都不敷啊，真的特别神奇。你就能留住你的岁月，你不会衰老，是真的。对，好，好。